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看医生的话到底有多贵。我想要打针可以吗？我 OK 吗？打屁股，打屁股是会比较快好是不是？好啊，3万多。这是一个临时的企划，就是听我声音就知道我现在怪怪的。我已经连续快塞2天，抖一条线。但是我现在人在韩国，我要去看医生。我们来看一下，我外国人在韩国看医生的话到底有多贵。希望我不是确诊，但我真的好不舒服。难道我不是天选之人吗？那为什么要特别做这一集？是因为要去拍一个医美的企划。那如果我真的确诊，影响到他们院内所有的人，就很抱歉，所以我必须要去确定我到底有没有确诊。来，又看到我们的翻译小姐姐，哎，很烦呢，怎么会一直每次看到你都有企划可以拍啊？是什么看病企划？对啊，而且上次是算命，然后这次是看病，哎，我真的不是装的哎。好，带你去做抗原快筛。你觉得我声音有好一点吗？听电话起来感觉还好，但是现场好像比较严重。哦，他刚刚只是说车到了，我说好。他觉得好一声，他就觉得说哦，你声音还好，对，好、哦，谢谢。我在想说，还是你传染给我，我们是前两个月。可以啦，我那么久，我去年得的哎、欸，那边讲脱。这什么地方？度假是不是？他想去投资这边的房子。哦，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好像有点确诊，我现在好像有点确诊，请不要靠近我。你看你刚刚一拍。哎、欸，其实确诊很好用哎、欸，我昨天房我昨天被打散， uh-huh. 然后我就，很帅的是不是就不会咳？好好笑哦，没有，我已经有水哥了嘛。哎、欸，我现在要来看耳鼻喉科。外国인데요근데그하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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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네원래아니원래원래다음주그피부과예약했었는데근데만약에그검사결과안나면피부과안간대요네第一个写名字，你写英文名字。好。写生日。好。人好少哦，会不会他们都有抗体，而是我自己在生病而已？现在已经很少了，真的哦。可是我昨天去广东大门，他们每个人都在咳哎。哦，我跟你讲，我真的在国外生病真的超不舒服的，超级。而且就是对我同行旅伴很抱歉，就是我没办法好好跟他们。而且重点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就说，哎、欸，我自己一个就好了。比方说我自己点什么，然后他们很想吃我的一口，我说，哎、欸，先不要、啊，先不要，因为我不确定我现在到底怎样。我要进去看。我先记录一下我们那次一个人说，不然他脚尖上会有多痛。天哪，这光子怎么看？还是看得出来有差跟没差的差别吧？콧물이좀나요그래서아마코로나걸린줄몰랐어요코로나검사를그집에서하는데없는데근데좀그래서약먹고도안나왔어서그래요여행으로왔으니까코로나검사를먼저해볼까요네네네먼저하고我们先那个先做检查。啊，不要动哦！不要动，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动会危险，不要动。很快很快，放轻松。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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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超突然，我刚直接被他吓到了。对，那个结果很快就出来，他在帮你看病。这么发达哦！啊，会不会那个账单等一下也很快就出来了？账单，来，我们先猜一下多少钱？全民估价王。之前是多少？3万多啊，3万多台币哦，台币3万多。韩币啦。台币3万多，真的不要乱生病哎、欸！这期企划也太贵吧！大家赶快点阅率回本回本，分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嗯，还是哈密达。啊！好，往上哦。
啊啊，你发出声音啊的声音啊。好，用嘴巴呼吸，用嘴巴呼吸。好，不要动哦，不要动，不要动哦，用嘴巴呼吸。코 뒤에 끈적끈적한 노란 코가 많이 이거를 좀 제거를 할 겁니다. 석션으로. 네, 里面鼻子里面有很多那个鼻涕，它要帮你吸出来，放轻松就好了。입으로숨쉬고好，用嘴巴呼吸。放轻松，放轻松。你要不要打？你要对我想要打针可以吗？我可以吗？屁打屁股有没有手背的就好了。손손이없어요아니운동이맞아야돼요아니면손으로어여기서맞아아수액이요네아니요여기서알아주세요네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想说打屁股会不会油量太高？打屁股是会比较快好，是不是？다똑같죠뭐팔팔로아니면엉덩이어차피근육에맞는거라네또주사가다른거都一样都一样那打手背就好对谢谢副作用过没有没有没有过네없습니다네물을많이드셔야됩니다네多喝水哟好술드시면안되고요不可以喝酒我昨天才喝的약은제가5일치드릴거고他快拆开五片份的药给你好好好그리고엉덩이주아니그팔뚝에맞는주사네그거하나다시드릴게요然后等一下帮你打那个手臂的好谢谢감사합니다有一点点痛哦嗯不要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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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왜부끄러우셔서네아그러실때는엉덩이주사맞아도너무아프아그렇죠네이전에약이바뀌어서아네다끝났어요네끝났어요네감사합니다어됐어요生无可恋怎么办啊我那个皮肤科怎么办 OK 啊你没有中就可以去啊我帮你每天继续去啊哎、欸，他这个针很痛哎、欸！啊，打肌肉啊！哎、欸，我不是开玩笑，他家这个针怎么卖到我手背超痛？竟然我不是打右手，哪边都黑了。呢？至少是感冒而已。哎、欸，真的，不然在韩国确诊会这样？我现在回得去台湾吗？现在好像。来，请下边留言，谢谢。呢，卡拉米达，我们要去药局。哦、对他们都是这样。哦，谢谢。他要派给诊所说我没确诊，对，这样他才能去打针。他在美妆店里面呢，可是其实台湾屈臣氏也会就是有这种哎，就里面有药局这样子，这里。你看一九，我有香奈儿一九，保证卡，哦这边都帮我马赛克，迅速抗炎。然后这样子可以就给你开药、嗯，然后你自己要付自己要的钱，没错，跟台湾不一样。哎、欸，台湾健保真的很方便呢、欸。台湾健保就是很便宜啊。对啊。그하루세번네하루세번주시는데구분해서드셔야되고요네그리고기침약도한포씩같이네네네하루세번네하나씩하나씩요하루세번세번这个是早中晚各一包，每吃一包的时候要配一个这个咳嗽糖浆，对，向后吃。嗯，然后卡就这样子，对，插上去就可以了。3万多了，3万8。好的，我现在看完了，然后也拿完药了。我刚刚算一下，其实这样时间差不多是半小时左右。然后信用卡我跳通知，总共花了2000块台币，包含看医生、看症，然后打针、快筛检验证明。那今天谢谢我们的美丽翻译宝宝。好，刚好起来，刚好起来。请问一下，这样子半小时的翻译费要怎么算？不用翻译费啊。哎、欸，怎么会这样？好开心哦，我想。那大家要翻译的话，真的可以找他哎、欸，这里，谢谢谢谢。那、啊、你现在会害怕我吗？不会啦，你一声就没关系。哎、欸，很好笑啊，真的。一样时间到了。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他这个感冒糖浆，我比较好奇它的味道。这很像什么莓果的味道，它太甜，真的是感冒药的味道。我现在回来民宿了，然后看到林静在逛街，我们是不是一个天堂，然后一个地狱？这是对我同行的人真的很抱歉，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旅行，然后旅行到一半就突然就生病了。啊，刚总结了一下，哎、欸，半个小时就
花了2000块台币耶，虽然是很快，就是我可以半个小时马上就得到结果，然后完成了整个流程，跟台湾其实我觉得时间上是差不多，但价钱上面差很多。而且医院也只是就是开处方签给你，然后你自己到药局的时候又要再另外付钱，就是什么都是钱。难怪国外有票选过，就是台湾是前三名最适合居住的国家，因为健保实在是太棒了。哦，幸好我不是确诊，还是要努力工作，吃完药早点休息吧。希望你们有喜欢这次我分享的经验，让你们知道说台湾的健保到底有多好。对啊，请问一下，我同行有人要躲北兰，到底谁出国然后会给我带这个红笔？然后昨天我在睡觉了，然后在那边跟我讲说，哎、欸，你是你两条线了、欸，哎，我们真的没在开玩笑，真的两条线了，哎、欸，真的两条线哎、欸，你就在大声嘛，这次真的没有演的、欸，好夸张哦，怎么办？你自己看。玻璃，请问一下，这群姐妹要多闹，我会不会随便他们？有没有可能那天我帮你拍完，然后你就回去了？就因为很不舒服、啊。我拍一张美照，然后说：“我先叫车回家。”他出国不是说：“哎、欸，我先回去办。”就是：“哎、欸，我去洗头。”怎么会这样？出去到一半吃一餐就说：“哎、欸，我先回民宿休息，好累哦。”会不会是你们行程太无聊？你怎么会这样子？他都一直扮个男装，可是他在挑选衣服，我们同事要帮他挑选啊，也不错啊。然后他不管问什么，他说淘宝买比较便宜，真的、啊。我要回什么？好这么优惠，真的、哦？你说你第一次坐商务舱，然后第一次坐商务舱啊，然后我不知道商务舱其实有什么更新后还是2.0版的，然后就有人会说，哎、欸，你刚好坐到最旧的商务舱，然后我就说，嗯，难怪价格这么优惠，不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第一次坐到很兴奋跟大家分享，结果坐到最旧的，但我觉得已经很好坐了。对啊，哪一个有更高级的？我想去坐看看，星宇吗？好。哦，我们上次搭星宇刚好搭那个经济舱，对啊，而且我之前搭星宇的时候出国都不会生病，我这次就是搭了 B， 然后就生病了。你哎，这样可以吗？宝宝拜拜。哎、欸，宝宝谢谢你哎，不客气。我先来接班，你就人就好了。好神奇哦，好羡慕哦。不知道为什么跟你在一起都很不舒服。开玩笑，妈的。哈哈哈哈哈。跟那个人睡觉关系？有可能啊。对啦，那个一直把一些不好的契约回来。